这不是九点了吗？这该来了。问我等谁呢？瞅我这书还不到吗？都想送呢。这说心里话，挺不好意思的。总张罗给人介绍对象，介绍两年了也没介绍成。我今儿把我老头打发出去了，他还在家的话，能让我介绍吗？那大醋坛子，打发走了。 这个小宋哎，守点点儿啊！你说他还不来呢？你说呀？哎呀，一年还我一回呀，这一晃还我两年了，给我这心慌的，伤伤的。今儿个央子正经央啊，喊丫丫给我来电话，说又介绍一个，说准能成。 这我才来，要我都不来，还非让我黑天来，我就琢磨海燕用的啥心呢？咋的？天黑能嫌我白点儿啊？哎呀，真来了！哎呦，酸塞了！这死猪！ 总打我干啥呀？快坐吧。人呢？那么着急呢？能让女方先来吗？不得你先来吗？啊，我来信打个提前量。<笑>那不得嘱咐嘱咐你准没准备呀？啊！别老打我，我才想着就给我打。<笑>不打了，说没打着，没打着。 在这出，你说，哎呀妈，谁能受得了他呀？你能不能稳当的啊？别老上手，你说呀，要不就给人看手相，再不就给人看武行，老上手，你说，你呀记住了，就别整那一惊一乍的事儿，念啥诗啊？就那点文化，你知道把我吓的。还整，你这次你能不能整点创新？有创新。哎，整点新鲜样。有创新，随时随地都能创新。 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，准备准备啊！你干啥呀？老头呢？你不怕他吗？让我给他支走了？支走了好，我膈应他。来两年封我两回，瞅见那个相中他了还，你说多尴尬。 我哥呀，你这不在家挺好，回家我拿本一算，他克我呀。把我克的嘎巴嘎巴的。妈呀！哎，你瞧着，谁克谁呀？你把店给克没了。不是我怎么点这么低？到你家非得出点什么事儿呢？这怎么？那什么，你别瞎动弹啊！我那个，你上那个炕上坐会儿的，完了稳当稳当，你琢磨琢磨创意，我出去买辣去啊！不是你人是人来之前，你抓紧把那辣买回来啊！哎，我这眼神也不怎么好，在屋里头，我消停，我琢磨琢磨我的创意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炕是炕，炕。哎呀，哎，瞎呀你！看点儿，没看着啊！这没看着，你还少撞我了。 快走！点儿彩怎么样了？彩好了，就这点，抓紧干活。哎，哎呀！哎呀！等一会儿他们回来哈，我就说。 孙仔，冒冒冒掉！我这一下子能不能把他们吓死？不行，头一回见面这么整不好，显得不文雅，怎么办呢？不文，哎呀！ 你瞅我这拧秧啊，把脚脖子还崴了。你说，哎呀！
有了，有了，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，落地姿势不好看，重来一遍。对，重来一遍。孙仔，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！我记得刚才屋里女孩有个箱子，我去摸摸那箱子去。有箱子，我记得在这儿了，有箱子。哎，宝子，搁箱子里头。宝子，这都有创意。宝子，我叫你咋不吱声呢？你干啥呢？你睡着了咋的？你看你，你瞅瞅你，哎呀，你说你像鬼似的，你吱声好不好？给你拿了，点着。九啊！傻呀，报警得打110。你别说话行吗？来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点。海燕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害怕，我俩只是图财，我们不害命。你俩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样啊，就拿1000块钱，我俩走人，听见没？800也行。你现在给我闭嘴行不行？闭嘴，拿钱。拿钱，我不管钱。拿钱，老头管。这不还是你管吗？拿钱，俺俩不是一家的。哎呀，你俩不是一家的，这三更半夜这一块儿。干啥呢？我来相亲来了。相你呀？不是不是，搁这糊弄傻子呢？糊弄我呢？你这孩子，你这一天，这家伙不是两口子戏演的挺好啊？啊？搁这糊弄我呢，是不是？糊弄傻子呢？不说话行不行？拿钱，赶紧的！拿钱，我今天来就拿10块钱，打车花9块，剩1块给你也不能要。别磨叽了，我们图财，快点拿钱！那我真没钱呐！山炮，动手！动手！他咋动手呢？这玩意儿，他呀，一天呐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一个呀？不，你干啥呢？你要别！你看这小伙就淡定，你就毛了。俺又不说不给你准备钱，这不脏了你吗？你瞅你那损色，脏了该死！我不想惹事啊，快点！俺们也不想摊事儿，真拿错！我来相亲来了，我也不来相贼来了。海燕，你看看，我们等会儿，我
有一千块钱拿上走得了。我没有钱的。就你俩大活人一千块钱没有吗？啊，你咋这么抠呢？你我真没有啊。有没有？动手！动手！你老捧着他干啥呀你呀、啊？你咋这么毛愣呢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跟他你早晚得出点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早晚把你坑了。你这玩意儿，你挣的喝呢？你说你。二乎的呢，我还别废话，快点的，还你淡定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像我们俩沟通，对不对？钱呢，你就拿点儿呗，你算借我，到时明天我还你了，不行吗？快点，还那拿呢？沙发空里头有啊，这不有钱了吗？这儿。走，看着别怼着我，看着，拿钱了就别怼，你跟着我干啥？你跑了呢？往哪跑？我这条腿往哪跑？快点！你上就屋里看那人质去。快点吧！海燕姐，哎呀，家里来贼了！对，抓贼去！别喊，抓贼！抓贼！抓贼呀！抓贼去！哎呀，抓住你！哎，来，抓住你们！哎呀，快跑！还跑，就你是谁呀？哎呀，他不是贼，他是贼呀，他也是贼。啥错了？他俩是贼。别逼我们啊！告诉你，逼我就跳下啊！大哥，不能跳，六楼。得救了，跟他拼了！来，人，跟我嘚着是不是？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干啥去？柔道八段。几段？八段。八段呢？哎呦！让你拍我门了！让你手牵。开始，俺们有个八段，你俩怎么办？啊，明白了，我给他绑上，干啥？三炮，你，啊，我也绑上。三炮啊，我终于回你手里了。啊，老头算的太准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给你俩好好算一算。幺幺零啊，我家来贼了，都给我控制住了，你快点来吧。报完了，海燕，就问一下，那个八段是谁呀？那不就是给你介绍的对象吗？这人不错的，这人。挺般配的，哎哎，你干啥呀？你不要媳妇了？我要命啊！